其实我不希望大家有太多选择啊，应该给的怎么办就不一样了。因为我们基本上到了大学是有一个人生在听吗？啊？看看白色他们的丑态，他们戴手套的样子，我们也是用挡的。你需要干吗？我问你需不需要干？需要干，是为了我们小女孩子。你不干了，不干了。这个三，是我们知道吗？你戴手套，手是灵活，一般来说会注意。大概好。打个玩意儿吧。